小梧桐，我是妈妈。小梧桐，我是爸爸。咦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梦到爸爸妈妈了吗？不然的话，我怎么听到爸爸妈妈呼唤我的声音呢？系统，快出来！小主人，有什么事情吗？系统，我心里好难受，刚才我梦到爸爸妈妈了，他们是不是有危险？小主人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唐伞和校务在海神岛中也比比动地圈套，现在十分危险。那我要去海神岛救他们。小主人，距离太远，你走不到海神岛的。系统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有一个，你可以去找冰公主救你的爸爸妈妈。系统，那你把我传送到冰公主身边去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小主人，不过打开传送门需要大量的魂力，我现在就开始收集，需要一定的时间。谢谢你，系统。系统收集完成，准备开启传送。你是谁？你来冰晶宫有什么事情？冰公主，我是小梧桐，我的爸爸妈妈在海神岛被比比东抓住了，我想请你去救他们。想要我去救他们也可以，除非你把狗头币交给我，我马上去救他们。系统，我没有狗头币怎么办？小主人，我现在帮你收集。小梧桐，你的狗头币我已经收到了，我现在就去海神岛救你的爸爸妈妈。比比东还不住手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冰公主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冰公主，你不是在叶罗丽世界吗？怎么跑到海参岛来了？就算你来了又怎么样？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比比东，那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叶罗丽魔法，寒光飘飘，如雪结冰。不好，冰公主的叶罗丽魔法为什么比我还强？再不跑就要凉凉了。比比东，算你跑得快。冰公主，谢谢你来救我和三哥。不用客气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走了。